沙场点将高手拆招，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又到了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陈氏太极拳精彩实战技法的时刻了。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陈瑜，陈老师，陈老师你好。你好，陈老师，今天教我们点什么样的技法？给大家伙讲一个六风四臂。六风四臂啊，这是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这个太极的技法。对，说起六风四臂，很多人都会问它具体指的是哪些部位。其实风和臂是一个意思，四和六是实拳的意思，也就是全部。大家伙呢都知道，因为在一退手的时候呢，有的人呢是花扑上来，对，对不对？等他扑上来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呢都往后啊仰，但呢往后仰这是错误的，要下沉，让对方呢感觉到扑空，哦，你才能去走出这些劲来。哎，你看他一扑来的时候呢，你看下沉，在这时候呢。为什么说有一个小擒拿呢？在里头呢，就是身子的拿法啊。看，在这时候先给他端起来，他的腕子已经在这里头了。哦，这手已经废了。哎啊，所以呢，在这时候呢，你一转身，过去。哦，全都是细节啊。等对方扑上来的时候啊，同时下沉，在这时候下沉的时候，端他的两个肘。端肘的目的是？哎、端肘的目的是在于拿他的腕。拿腕。哎。哦。拿腕部。同时你一转身的时候，对方就过去了，真巧妙。哎哎，我们的六风四臂就这一点上。关键词听劲，也就是感受对手的发力时间、大小、方向，只有对方使用向前的力时，才能借对方的力将其摔倒。实战分析，在红黑双方抱紧时，红方明显没有把握住时机，他在黑方向后退的时候发力，而黑方的力量体重又明显大于红方，怎么可能被摔倒呢？正确的时间应该在这儿，双方刚接触时，黑方有个向前的力，此时使用六风四臂恰到好处。